第六位属于特雷西·麦克格雷迪。2004年夏天，休斯顿火箭队用史蒂夫·弗朗西斯、卡蒂诺·莫布里和凯文·卡托作为筹码，交易换来了超级得分手麦迪，还有朱万·霍华德、泰伦·卢以及利斯·盖因斯。麦迪和姚明组成的姚麦组合，尽管因为两人的伤病问题未能将火箭带向巅峰，但他们依旧是一代中国球迷的美好回忆。第五位的交易属于现在的火箭核心詹姆斯·哈登。2012年10月28号，休斯顿火箭队送出凯文·马丁、杰里米·兰姆以及未来的选秀权，从雷霆队交易得到了詹姆斯·哈登、科尔·阿尔德里奇、德奎恩·库里和拉扎·海沃德。这笔交易让火箭得到了舰队基石哈登，大胡子也在随后的几年里用惊艳的表现回馈了火箭球迷的期待。第四位，斯科特·皮蓬。1999年，火箭送出罗伊·罗格斯和一个次轮选秀权，得到公牛球星斯科特·皮蓬。火箭原本希望皮蓬能够取代退役的德雷克斯勒和奥拉朱旺、巴克利组成新三巨头，但在季后赛首轮，火箭却被湖人淘汰出局。巴克利和皮蓬之间的矛盾也迫使火箭不得不在赛季结束后就将皮蓬交易出去。第三位，查尔斯·巴克利。1996年，火箭送出萨姆·卡塞尔、罗伯特·霍里、查基·布朗和马克·布莱恩特，换来了太阳巨星查尔斯·巴克利和1999年次轮选秀权。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决策。火箭将四大主将送给了太阳，虽然修成三巨头在第一年打进西部决赛，但巴克利此后再也没有打出过当年在太阳时的水准。第二位，摩西·马龙。1976年 ABA 和 NBA 合并，火箭用未来两个选秀权得到了只代表勇士打了两场比赛的摩西·马龙。马龙很快成为了火箭队的救世主，但始终没能带队夺冠。1982年，火箭签约摩西·马龙后，将他交易给了76人，换来了76人的卡德威尔·琼斯和一个首轮选秀权。结果到了费城的第一个赛季，马龙就带队获得了他职业生涯唯一的总冠军。第一位，克莱·德雷克斯勒。1995年2月14号，临近交易截止日，明白自己在开拓者可能永远拿不到总冠军，且与时任主帅闹翻的德雷克斯勒要求转会，火箭递出了橄榄枝，打包包蒂斯·索普、兰多普·柴德里斯以及一个95年的首轮选秀签，得到了德雷克斯勒以及特雷西·穆雷。这笔交易帮助火箭获得了外线翘楚，同时也挽救了德雷克斯勒的职业生涯，让他在随后的那一年就和大梦奥拉朱旺一起夺得了 NBA 总冠军。天在下雨，我在想你，不知道你是否有感应。窗门在外都不容易，一首好情歌胜过千言万语。添加微信公众号 FM5596， 这里有最动听的情歌。此刻的你是否在想念一个人？他是否也在想着你？微信搜索 FM5596。你就来看我，别等花落，只留下了寂寞。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再点击公众号，输入 FM5596，选择睡前好歌，点击关注即可，千万不要关注错了哦。